张杰无惧节目中被黑，深夜写信鼓励创造101女生。张杰深夜写下一封长信，张杰在节目中的一些举动引发了网上争议。搜狐娱乐讯，5月14日，作为创造101的导师，张杰深夜为所有参加节目的姑娘们写下一封信，鼓励他们接受挑战，并称现在吃的苦扛的罪，以后都将照亮他们未来的路。张杰在信中写道，101的女生们，这个创造101节目确实很残忍，我很心疼你们，但你们又因为自己的热爱必须要在这个舞台锻炼自己，磨练心智，锻造意志。他还温柔鼓励女生们，总有一天你们回头会觉得这次锻造是迈向精彩人生的必经之路，要记得那句话，风平浪静的人生是中年以后的追求，当你尚在年少，你忍的痛，受的苦，吃的亏，担的责，扛的罪，到最后都会变成光，照亮你的路。练习生们也纷纷在评论区感谢张杰的鼓励。张杰在节目中担任导师，此前因在节目中的一些言行举止被黑，霍谢娜、王思聪等发文力挺。